你别来创啊！阿你要不要来拍？你要来换你找死者，你找我创啥啊？阿恁四姐受伤啊，这几天来去其他人甲闹火，真嘛根本唔是我的对手啦。哎，我嘛无法度做你的对手。我看你根本就把我当作沙包。什么的沙包啊？你根本哦就是一只肉包。 我叫来运动嘛，是为你好啊，为着你的健康呢。干嘛呢？我看你哦，就是甲阿官咧冤家啦，心情袂爽，想要找人出气。阿官哦，嘛是唔甘心痛，才会安尼讲的啊。你为用在遮出气，你着赶紧转去甲阿官回室咧，甲伊讲好啊，莫阁冤啊啦。 啊！你拢袂听，你到底是毋是我的兄弟啊？哪会拢要徛伫我这边啊？啊！毋是啊，我感觉你即个原了就无意思的呢。啊，拢是为着细节甲心痛啊，只是做法无同款啊。嗯，到底是咧玩什么意思的啦？恁无会个性，你也是无了解啊？哪有可能计伊什么拢听你？我也无叫伊什么拢听我的啊！我就是希望。 若是无遐尼困难，谁人毋是想着无？哦，恁两个人哦，就是希望对方拢会咱徛伫个顶角个立场去想代志啊。安尼做够啥物毋对？是无毋对啦，啊，毋过每双看代志个角度本来就拢无共啊。我嘛知影因是为心痛好，啊，毋过心痛是人，也毋是电脑啊。 要毋是讲输入城市嘛，走走诶，若无成功，则来换另外一个城市嘛，就好。安尼就真有可能有心痛想着伤害。你讲诶是真有道理，啊，毋过咱遮个人拢无度过心痛诶状况，啊，大干那会当凭家己诶想法去做出因为对心痛有帮助诶代志啊。啊，毋过毋管你做啥物代志，嘛是应该要尊重心痛诶想法啦。伊即马就是无想要甲查甫人接近。 像我着想无，谁那你早没有顺带离开？啊，心痛嘛无讲爱顺哥离开啊。啊，毋过昨昏嘛是伫房间，无甲大家做伙食饭啊。我是感觉因三个安尼做，真正伤过着急啦。我知影你是真心为着心痛好，所以才为着这件代志，把事情不忘记。嘛毋拿这件代志啦。 一开始，阮两个住做伙时，我是真正感觉足快乐的。结果时间一久，我真正感觉相爱容易相处难。阮两个想法真正差伤济啊。人甲人之间本来就不可能一开始就会合的，啊，拢嘛是煞一段时间去熟悉者，而且有法度找到啊，两个人拢有法度接受的生活方式啦。啊，万一若是找无要安怎？ 喂，德龙物流你好。啊，好，我等一下就去收件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先来去保养哦。虽然讲吼，冤家嘛是一种了解对方方式，啊，不过也唔通冤上久，也是去影响到你们感情，就无好。嗯。 要是恁家边个边哦，恁阿个关系。阿谁哩啊？啊！哦，爸。